我们的风雨天后，还有我的小公主，先从中间的美女朋友开始。好，给他们一点眼神。还有我们往右边看过去，给他们最自信美丽的笑容。好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们今天呢会这个180度的满足大家。好的，我们请呢两位看向左侧方，让呢精彩花姐还有我们的小公主摆出最清凉的姿势，透清凉可爱的姿势跟我们分享耶。好，我们先往前方看一下，给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来捕捉画面。好，小心要挡到我们的漂亮的脸蛋，怎么样保持这种美好的状态？等一下好好来问一下，来看向右边，看向右边。好，我们右边的媒体朋友也等候已久了，尤其在我们的夏至这一天，辛苦大家了。好，我们一起让所有的媒体朋友把握时间来进行捕捉画面。来，左侧方的，真的非常开心，可以邀请到呢非常忙碌的我们的风雨天后彩花姐来到现场，所以呢一定要好好来捕捉画面。有捕捉到了吗？好的，在好这边是不是斜前方？斜前方。好，再给大家几秒钟时间，都捕捉到画面了吗？好，哪位媒体没有捕捉到画面？稍微挥个手吸引他们两位的注意，好不好？还有哪边的吗？最后2秒钟哦。好，2、1。